怎么过异星挑战任务了呢？谁给送飞机了吗？没看见呢，没有啊。哎，今早上我一个飞机也没看见啊，怎么能过了呢？啥天送的呀？没有啊，这一星咋过的呀？谢谢印子啊的飞机，谢谢。隐形飞机，我不知道啊，这怎么过的不知道啊，很奇怪。你在干嘛？火焰在召唤。我宁折不弯。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？会玩的阵容，闭着眼睛都能说，答辩卡莎，答辩王八，答辩杰。你说你连阵容的名儿你都说不明白，还答辩呢？那搁那答辩啥？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你，那就是鬼死。没有任何一个有用的玩了。啊！大闹天宫。我终于见着一把猴了。哎呀，终于见着一把猴了，不容易啊。头一回呀，大闹天宫，泰坦法宝，饮血剑。
先拿泰坦吧。应该赢不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让我们一个强化呗。也可以。不行就算了，应该打不过他们。这猴有点狠，赢就赢吧，赢了可以保血，装备也不是特别有需求，其实都可以。泰坦一块钱有点不想要啊。我们要法宝，离子给别人吧。二打四。三秒，哎呀，这个怎么不给打死呢？很难过。可以啊，猴还不少。
打不过也怪，凭啥呀？你猴哥这么捞吗？凭啥打不过野怪呀？你有点太瞧不起猴哥了吧？攻速，我看也行。攻速，攻速。能三吗？差两张，试试吧。武器大师的话，船长、石头人加这卖哪个呢？卖船长吧。三的很好啊，三机甲，三超鹰，光明银血，哎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没一个有用的，我操了。黄图吧，没有前排桌，黄图。我在想，我是先要饮血剑，还是先要泰坦？瞎着呀！这是选了最没用的光明装备，怎么就又最没用了呢？我选啥都最没用。你不是说光明装备最没用，你是觉得我选啥都没用？这也不好好说话呀！光明狂徒怎么就最没用了呢？这都哪来的呀？这都是机甲血量那么高，狂徒为什么不给猴？那机甲血量跟狂徒有啥关系啊？啊，战斗机甲跟狂徒有啥关系啊？就一个猴主 C， 晚上还要给右装啊？
头痛，脑袋疼啊，头痛。风神天使呗，你们这是一点也不想让我赢啊。行，那算了，那我不递了，下边再说吧，下边再递。本来我想都递的，下边再说吧。我们两种选择，要么就护卫猴，要么就超鹰猴，哪个质量高我上哪个。哎呀我，猴哥打假赛，是不是猴哥？石头人敲地板，来把大剑，火焰在召唤，没有大剑让我很难受。我还得要离子，要么就要电刀，要不然猴伤害不够。打人差一下，得有离子，要么就电刀。电刀，不行我就给船长也行。谢谢雨样。淡蓝的深情的飞机，谢谢。找个回血，先用着。法强也行。不是飞机，是火箭。大哥照我也没用，要一吧，一上限高一点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谢谢老板的大火箭啊、哦，感谢。给个波波，谢谢。雨样淡蓝的深情。有银血剑，这波就全杀。
不过我的梦想是吃鸡。我是一只有梦想的猴。小贝，无敌了。不会是拉人吧？还好。看来还是得先饮血，先饮血才能行。不过我前面也确实选不着饮血，就剩这么点血了。哎呀，我靠！跟我俩登神，需要一个日炎。别让狂徒给机甲了，干啥呀？能不能研究研究再来玩啊？
真是睿智啊，兄弟们。要不给个头，有点想把石头人扔了，想把装备给日女。我的天哪，别打第一名，坚持住，猴哥，给我杀！你要打不过他，猴哥，你就给我去死！哎，德莱文肯定是升不上去了，小匕首吧。哎呦！地的还不错呢，有点不想上这个三超营了，说句实话啊。拥抱你的空间，把这三超营一会儿换了。5.5费，石头人的装备可以给别人让猴子吃了呀，兄弟呀，那个鸡，那个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战斗机甲是基础生命值，是基础生命值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无忌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稍微正常一点，好不好？我直接一手右装稻草人，捕一头猪。我就说100遍呢，也都是没用的。就是个偷草人吧？嗯，日女被吃了，没看见，没注意。下边再说，没瞅着。
这回不吃了吧？这个才好玩，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满猴。要斗士呀，那斗士跟两秘术差不了多少，而且我打的是卡莎，我上个秘术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不过这家质量是真高啊，好难打。三个三星，哇，这什么螃蟹？奖励你一个，我应该死了。那质量太高了。猪有空啊，哎，第三名可以了。这家他不是人能打得过的人啊，这谁能打过呀？你也打不过他。灯神凯尔废物一个，单 C， 我看看你怎么样的打的。让我来看看，这两把分吃的还可以。哎呦我操，黄金圣斗士，你装备不错呀，你装备是真挺好。50%额外伤害，那你也打不过他，你没控制，亚索控不够，你控制根本打不过。你看那王八控，他不可能打过。漂亮兄弟，你这把吃鸡有我一半的功力啊！要不是因为我，你肯定是打不过，给我打死他。我打死他，分我一半。这个人不找二星粑粑人，在这后边放这老些东西干啥呢？啊，他想找三星为人，没用啊！你先要前排呀，前排能打过吗？完了，让人写入去。来吧，我必须得吃把鸡儿了。